上一堂课我讲到四大主要笔画横竖撇捺都可以有替，今天就讲讲这个问题。记住写替的原则是不变的，那就是主笔加唇峰加替。先说说横笔尾部加替，横笔加替有两种情况，一是向下替，二是向上替。上次讲到勾为转，替为折，你看王羲之这个寿字第三笔是一个勾，因为它是转出来的。而柳公权玄秘塔中的这个寿字第三笔是一个替，因为它是一个折。我现在要讲的不是勾，是替。向下的替以前讲过，如宝盖头右面收尾，你看王羲之《兰亭序》中的这个茶字，宝盖收尾就是一个替，还有很明显的竹羹，那就是用唇峰写出来的。唇峰是一个小圈，通常一左一右两个动作，然后写替就可以完成了。我们看到真正一个折是主笔和替形成的，但这个折没法直接写出来，因为主笔写完尖锋是绕在后面的，通过唇峰转圈才能调整尖锋的位置和方向，这就是小圈的作用，又称为换笔性。在智勇争吵千字文中，向下替有些小有些很大，给我们提供了替的样板。横笔收尾向上替也要分清楚，有一种是勾，如左面这个，有一种是替，如右面这个。向上替，主笔和替中线所形成的这个折，也是通过唇峰来连接的，这是很标准的向上替。唇峰这个小圈通常在横画的尾部，有时候移向左方，这是看起来竹羹特别大。如果唇峰移向右方，超出横画，这时候右下角会出现缺口。这种情况在许多作品中都可以见到，王羲之《兰亭序》中也有。这个词字传为南宋张吉之写的，右下角有缺口时竹羹就不见了，
其实是唇峰向右移动了。七，竖鼻加 T， 在临帖时，同样首先要分清楚勾和 T。左面四字中间一竖下来，结尾是一个勾，右面是一个 T， 勾只要转就可以了。T需要先加唇峰。竖笔收尾处加向左的 T， 是在前面讲过了，就是永字中间一竖加 T。 还有一种情况，就是向右方加 T。竖笔向左 T， 大家已经很熟悉，这里不重复了。今天我讲一个比较特殊的 T， 看起来有脚跟，有脚掌，还有一个向上翘起的脚趾。这种 T 见于王羲之《兰亭序》的书字。平常的 T 只有一个动作，这个 T 却有两个动作。它唇峰以后，先向四号位横出，然后向一号位收峰，因为它下面是一条横线，可称为平托 T。王羲之有很多追随者，跟今天的歌迷差不多。凡是王羲之的动作，尤其是特别的动作，王迷都会学习，加以发扬光大。智勇争吵千字文中，经常可以看到这种两个动作的 T。这个也是平托 T， 有两个好处。一是 T 出实际上是一横，所以不会纤细无力，也不会飘过。二是因为它比较长，可以起到补空的作用。你看这个子字左下有个很大的空间，用了平托 T 以后，这个白位就不大显眼了。这个羽字左右都用了这一招，两个白位都补了空，可见是特意所为。智勇争吵千字文不单在竖笔上用这种写法，横笔向上 T 也用了。宋代米芾也精于这种方法。那米芾代表作《熟素帖》为例，平托 T 出现了好几次。放大点看，这些字都是用了平托 T 的。这是清代康熙皇帝写的，他这个向左 T 没有做唇峰动作，只是蹲了一下，就用偏锋扫出，所以实际上只是一个偏锋勾，不是 T。
现在讲讲竖笔加向右剃。方法和向左剃是一样的，仅仅是改变了唇峰的方向而已。王羲之这个怀字，箭头所指处可以看到明显的唇峰竹根。在《褚遂良音符经》中，如这个根字，它的唇峰有些特别，竖笔采用了大幅度的弧线，这是隶书的写法。在结尾处，唇峰用顺时针的小圈，然后反时针剃处。这个能字也是同一方法，说不同处是唇峰转小圈之前已经改为尖峰行笔，用尖峰顺时针转小圈，当然容易多了。第八，撇加剃。所谓撇，就是向左下方的斜线。我们先来看看，哪一个是勾，哪一个是剃。左面应该是剃，它有很明显的唇峰小圈，右面是勾，笔锋只做了转的动作。一撇尾部加 T 和一竖加 T 的写法是一样的，你只要比较一下就可以知道一竖怎么写，一撇就用同样的方法。同样道理，如果一撇加向右剃，也跟竖笔向右剃写法相同。要提醒的是，这两笔本来没有剃，最多只有一个代笔，但有时候为了调锋，利用唇峰这个小圈收集尖峰，效果相当好。竖笔有平托剃，如果把竖笔斜过来一点，那就等于撇加上了平托剃。你看王羲之这个有字一撇就是这样的。第九，捺笔加剃。捺笔是向右下方的斜线，捺笔加向下剃，一望而知写法和横笔一样，只要会写横笔加 T 就没有困难。如果是右斜线结尾加向上 T， 如鸽字这一笔，那动作就等于竖笔向右剃。兰亭序中的闲字，王羲之剃得很长，字勇的剃往往是短而实。张旭说
唐代的书法家深受自用的影响，看来是真的。现在达崇光说弃子书展在撇捺，去子成路在勾点，撇和捺一向左一向右，写得长一点可以使字势舒展。勾和点对于增加作品的趣味有重要的作用。